大家好啊，又我李家讲 Yan 啊，今日喺 Yan 度介绍个日龙湾单位嘅。日龙湾共有18座高座、15座低座同埋12座洋房，合共45座，1091个单位。2015年入伙，发展商系顺和。会所配备有健身室、室内外泳池，而室外嘅泳池咧总长度系有80米。电影院、桌球室、保龄球场、羽毛球场、餐厅、SPA 同埋儿童天地，仲有日龙湾商场。今日介绍的呢个单位是日龙湾的1073尺，三房套加工人房套同埋储物房的单位嚟嘅，楼高是3.15米。它的厅总长度长大约9.85米，阔度是3.7米。景观是望到海的开洋景。厅相当之阔落，可以摆到4至6人的 L 型 sofa 和4至6人的餐台。厨房是长形的设计，左右两边都有大量的储物空间。最尾端的位置是小露台。看埋睡房先，睡房一和睡房二的大小程度是相若的，长度长大约有成3.12米，阔度是2.1米。它的景观都是望到海的开洋景。到主人房了，主人房的总长度长大约有成4.8米，阔度是2.7米，可以摆到5尺大床。三边落床之余，还有可以放到大型的衣柜、梳妆台，空间还是绰绰有余。景观同样是望到海的开洋景。主人房透气是明气。储物房可以转做衣帽间或者工人房。客厕。今日介绍的这个单位，有没有想了解多些的地方呢？有的话随时联络我欣啦。